蔡嘉欣、曾舒雅这天为姐妹淘开工，因为临近圣诞节，节目中弥漫着节日气氛，而这天还有很多礼物开箱，嘉欣和张某都很兴奋。很多化妆品、护肤品、香水又有，就而且有一些限量版的圣诞 box set 也有，连麻将都有。对啊，那个麻将很厉害，就是全球限量只有20副，然后就是它的价钱是6位数字。对对对，6位数字，大开眼界。对，你们会觉得圣诞的气氛会很影响你们那购买的力吗？Yeah, 我觉得圣诞节是刺激别人消费的，因为很多牌子都有出那个圣诞的 box set， 那是真的挺划算的，我觉得。对，对，也会就是买多一点。可是我每年圣诞节的钱都是花在吃上面。对。最近因为疫情反复，张宝和嘉欣都说今年不会特别庆祝圣诞节，一切安全至上。现在疫情好像又严重了吧？那你们会担心今年现在觉得不能够很开怀的去庆祝吗？其实也习惯了，就是疫情的问题的话，就是可能不会太多的 party 了，就是人聚在一起不太好，就是可能等那个情况好一点，我们才再去就是 party 也不会太迟，我觉得。对，我还好，因为我每年圣诞节都是跟几个朋友在家庆祝而已，都没有说什么很大的 party， 所以都今年也是。比较少人在家，这样大家过一点气氛就好。